那以后再选择再选择东西，依赖任何理由。然后还有吗？我麻辣火锅嘛，就是那个泰国菜里面，遇到东西还得煮，还得煮在里面。遇到东西还得包括白米啊、其他的猪肉，在这个里面再遇到东西，都比较辛苦的了。Thank you.